吴倩在网上晒出一段自己给助理剪刘海的视频，并配文：“剪零刘海还是得我亲自操刀。”视频中，吴倩有模有样的给助理剪刘海，刚开始助理还有点小紧张，害怕最后效果不好，但是没有想到吴倩最后剪的齐刘海非常完美，倩倩又有了新身份，是托尼本尼了。吴倩的五官非常有灵气，而这类型的长相也为她的穿搭风格提供了不少帮助。吴倩的这一款礼服非常好看，亮片颜色与服装颜色非常相近，不会给我们复杂的感觉，反而看起来很舒适。耳钉选择的也比较简约，与服装搭在一起有一种莫名的文艺范儿，竖条纹元素比较显身高，但吴倩的这款明显是套装，而且颜色饱和度又偏高，所以很减龄。饰品上选择了金属材质的几何元素，耳环造型比较大，但设计感简约，时尚的同时又不累赘。更多时尚资讯，欢迎订阅时尚风向标。